九五后精致女孩说走就走的假期有多爽？请德镇特种兵之旅开始了，御窑博物馆去了，飞玻璃去了，可好玩，悟空山下午茶喝了，鱼儿好欢乐，大师设计的酒店住得很喜欢，蓝派咖啡去了氛围很好，三宝村去了节奏很慢，地面都镶了碎瓷片，三宝美术馆打了个卡，这个书院好淳朴，去吃了回家吃饭，青椒肉丝真的很好吃，发现了一条宝藏小路，雕塑磁场来了，安妮吧，看了御窑景象，逛了中古杯，买了，还给你们带了小礼物，真的太好玩了，下次还来886。月薪30000的精致女孩休息日到底有多爽？睡到自然醒，一天好心情。这个月又快结束了，懒人刷牙法，无所谓，洗衣机会出手。先把苹果转晕再吃它，它就不记仇。鸡肉比老坛酸菜还酸爽，今天自己做个贝果汉堡，划个蛋，开始叠叠了。香蕉配火龙果真的好喝，还是认真搬砖赚钱去吧。甲方爸爸看到我的认真了啊，瘦子口诀能站就不坐，我撤回刚才那句话，恭喜你无罪释放，没有干湿分区的痛。这个我为啥不早点买啊，每次最期待的环节就是花之美容仪，先把下颌线紧致一下，嘴都被电流波动了，厉害了，按一下秒变一台淡纹眉眼仪，整个脸都小了，哈哈，准备化妆出门了。你们每次化妆多久？来个显发量的蛋卷，嘿嘿，换身衣服，给手机也选套衣服，跟朋友带杯咖啡，叫我省钱大王。出门啰，到了到了，直接开始。再见啦，美少女。九五后女生挑战，花一个月工资爆改客厅。Thank you.
月薪3万的精致女孩下班后到底在干嘛？谁懂啊？武汉天气像神经病啊！被斜斜除个去，噔噔变身小面包。我买的家具小样到了，还挺精致。我家那一架拖鞋超级粗，救命，家居服都快比外衣多了。你们也快吃饭。不知道哪只倒霉的鸡被我妈买到了，想偷米没码。不好看，但真的好吃，哈哈。对不住了，掀开你的天灵盖，做个简单的椰椰冰没事。谢谢你，我自己会拿。先卸下10斤重的假发片。今晚给全身来个简单护理。扣扣起家的正常面膜，我已经用空2瓶了。先用精华打底，再敷面膜。熬夜后脸色暗黄，正用它急救。夏天穿凉鞋，提前给肌肉去角质，再给爪爪做个洗发。加完班差不多敷好了，面膜都变透明了，感觉精华都被脸吸收了，由内而外的透亮感，我太爱了。给马桶也泡个澡，好久没练琴了。懒人睡前瑜伽是这么做的，哈哈哈。晚安啊，美少女们。